可圈可点，非常相信中间方向二垒手拦截之后，请身传一垒 nice play。这个时候帮助郑浩君哦，是在六局下半来制造了一个三上三下，而且前面六局呢是局局有三振，投出了七 K。在前面两场的先发都是高宇杰，今天让阿福来担任。这一棒打击出去，在中外野方向非常的深远，结果被接到岳振华 nice catch。哇，原本以为应该就算不出墙也要安打了。哇，在警戒区这边呢，完成了接下方的投手一个大忙，记录依旧是 ING。关键重要巨大的出局数，感谢你，这会给投手带来很大的鼓舞哦。没错，再看一下这个挥棒的一个气势啊，哇，一出去每每好像不太妙。蒋志杰一开始也以为有了哦，结果没有想到岳振华，哇哦 ，nice catch， 重要的接杀，七星级的美记守备。接完之后还稍微靠了墙壁一下，哇！恰恰总教练直接跑上来。恰恰总教练在担任总教练的话是选这个86号的背号，直接要换呢，而且，曾松仁这边好像不太舒服，要有人搀扶下场。刚刚看他滑了，好像脚也没有特别有些什么动作，而且现在是被两个教练搀扶退场。我原本是在看防卫员上来，然后我后面看到有一个跑出来，怎么是恰哥？然后我想说应该是防卫员扶我下来，然后恰哥就说来我扶你，就有点，恰哥是暖男，就很暖啊，就感觉心暖暖的这样。伟盛在那行不知所措。因为我听到伟盛说要帮，就是防，因为一边防务员在扶嘛，然后因为正常一定是先说叫恰哥不要扶啊，然后恰哥我就听到恰哥讲说不用我来这样子，然后伟盛就跟防务员换伟盛扶防务员的位置。有一点啊，恰哥跑出来我就已经有吓到了，可是他后面扶我的时候，我好像也有吓到这样。昨天的话就是说赶快去医院检查这样子，然后今天早上就是教练团开完会议的时候，就是有叫我进去跟我讲话这样子，就是讲就是讲身体状况还好嘛，然后说没有伤，就是他说他在选手生涯的时候也有遇到这个状况，然后也是差不多一个月会好这样，然后后面说。就是好好先不要被自己现在的情绪跟被情绪跟感觉去影响到后面你要做的事情。接下来的复健的心态跟想法比较重要。就是说，最近表现的不错，就是后面如果复健的不错的话，有状况还是会再叫我回来这样子。听完有比较心安一点了。因为我想说，我是想说，就是应该就是讲说，就是辛苦了之类，然后会就是下去好好休息，就是没有想过会讲那么多。